现在上重要的是，是恁两个阿公婆是被安怎去弥补配偶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助信用，好好弥补江平伊一家人。新疆啊，要建立一个家庭是真无简单嘞。不过要毁掉，还是一个念头都毁掉去啊啦。敢讲你愿意安尼吗？我妈一个民主好，这个日子到这为止，莫阁追究啊。你甲丽芳，你两个未来。表哥真长真长的路爱行啦，妈，多谢你。先生，啊，我出来散步啦，我就看你家己将坐伫遮啦。还希望有人陪你开讲呢哈。来，这罐我啉过啊，这罐你。多谢。哎，是不是为着女兵的代志在艰苦啊？隔壁有人冤家啦，我讲着你的名，还更不要紧。已经分手啊！哦，阿姐，我唔知，是讲你若想要哭，你就哭出来；想要讲啥，你就讲啥啦，唔通咧乱调的啦。即摆你就应该好好发泄一下。你做你讲，我听。来。把你当作是谁啊？啊！你看，你要把我当作是师徒，也是朋友拢会当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甲人看过阮爸爸的相片，除了面以外，有关爸爸的代志，我甲人会使用想的。啊！不过看到你以后，我甲人亲像，我知影阮爸爸的声音还阁有表情。那你看，你想要甲恁爸讲啥？你嘴里讲，爸，你伫咧外地辛苦啊。妈妈伊足坚强的，伊家己一个人照养我，还阁有小妹。你放心，即摆我大汉照顾妈妈。我一定会做到最好的。您真不代志啊！我相信您爸一定感到作案过呀。好了，坐啦，啊，来。我是讲你甲女朋友到底发生啥代志啊？已经分手啊？嗯，是我讲的。十几年的感情都刚刚要结束，是讲你一定有你家己的想法，你唔才会做这么重要决定的吼。
我无想要甲伊拔掉的。伊会我去做阮弟的身躯边，理由足充分的。我想要让伊家己选择，伊想要爱的人生。这确实是一个真勇敢的决定啦。啊，不过今仔日是我过分手的，我足痛的，我非常痛，因为等于就是我的一切。这需要时间啦，等听过后你就大汉啦，你就知影，这只不过是你人生一个过程尔。我真正唔知影为什么大汉会变到这么困难。细汉的时阵，妈妈你给我保护；大汉以后，我爱还这个厝。我讲真的，我的压力真正足大，足大。我要做决定之前，我哪会想讲，我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？我真正足希望即马，我身躯边有爸爸会使跟我讲这个答案。我相信恁爸一定会讲的，你已经做了足好呀，啊！歹势。无啦，是咧歹势啥啦？是讲平常时敢有咧运动？你即马需要好好发泄一下。青木神师，你敢会猜？啊，你几岁？我几岁啊？是讲你若想要赢我，你就要靠自己的实力吼。来，白手啊，剩最后一球，看谁赢。来，来。Yes， 我赢！呜，嘣嘣嘣，呜呜。你靠自己实力赢，厉害。有够凄惨的，是讲冬雨今仔日奈无甲我威胁伊的代志讲出来，伊到底伫咧想啥？唉，真正足麻烦的。亲爱的飞娘，你回来台北啊？无要安怎？啊，我甲羊驼住做伙啊。我是死去给人拜托，人借我钱，我才能回来台北。唔知啦吼，就是讲我是诈骗的。歹势啦，着董宇去给人掠包，啊，我着爱挂转去公司，啊，我无注意着，结果你无伫个车顶。董宇去用掠包，还什么状况啊？着安迪副总替董宇因爸爸安排所在住，啊，因两个伫遐约会，结果。叫我当署长夫人抓到啊！哦，所以两个人真正有超友谊的关系哦。也不是啊，那呢哦，你替我去拜托董宇桥的代志，迄新 case 敢会出什么问题啊？替个人烦恼你的 case 敢有必要较重要？你敢不知影我足烦恼的？今仔日是李董宇，明仔载是林美妍。而且恁妈遐野起来的时阵，比阮董事长夫人搁较恐怖几啊倍。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出包的。袂出包？咱去差一点仔出包，要三届啊！迄三届毋都顺利过关啊？你放心啦，这就代表讲哦，天公伯有咧斗三工。搁再讲，我是天公阿囝呢。
啊，你放心啦，免烦恼。妈，你要惊死人哦！你伫个甲相公两位，当然是客户啊。嘿，表你放心啦，迄设计图我一定有做好啦哈。就安尼啊哈，再见。我到底要过这种黄叶叶的日子到什么时阵？妈，你今日不是去迟到？你袂忝哦，啊，唔紧困。袂忝啦，你安尼出出入入，你拢无发现你啥物物件拍无？啥物件？真正垃圾。妈，啊，你倒位徛着？哪呢？我无看唔着，迄个人确实是玉生。所以玉生跟林美妍，妈，你在想啥？我伫想哦，你真正看唔下咧，你。我等来。妈，你看起来足生气呢。你了妈生气啊？我无啊。佮讲无，你。物件袂动啊，害我打着脚就疼的啊！哦，好啦，歹势啦，我以后会较注意的。好啦，我忝嘛，先去洗身躯啊哈。妈，歹势啦，今仔日因为公司的代志，害大家无法度生了就欢喜的。哎，迄毋是重点啦。回云啊，你嘛莫一干干。干那顾你啊好姊妹的代志，你爱以家庭为重，你爱好好啊，甲玉生顾好条，知无？妈，玉生的个性你敢唔知影？我若是甲顾条条，顶多会惹伊生气。好妈，我先去洗衫哦，吼。这维云，我拢暗示个这么清楚啊，你搁听无？唉，玉生甲叶林美颜一定有问题，我一定爱查清楚。什么？所以你为着要维护冬雨，你就伫大家面头前讲白话，讲你甲冬雨早就分手啊？迄不是白话。我今仔日伫遐讲遐个话，我就已经决定要甲董伟分手啊！哥，你想怎袂安尼？你明明都真爱董宇，恁两个人嘛袂好好啊讲，你想怎袂安尼做？小春，你嘛对冠杰放手啊？你即马上应该了解我的心情，敢毋是？你回来啊！我时间拢找无你，我就烦恼。你回来的话，祖儿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我求你原谅我好无？我爱你，我无想要分手，我只是要跟你想要跟你做伙。你莫再讲啊！我已经做好我的决定了。